Gemas 是马来西亚圣美兰州丹宾县的一个小镇，它位于柔佛州边界，部分地区横跨圣柔两州，是个民风淳朴的宁静小镇。这里也留下许多战前的老建筑物。说到金马市，自然会联想到他们的火车分道转换站，至今已经有90多年历史之久。今天半桶水先生就走入这个小镇探索一番。Selamat datang ke Kuala Pira。Kuala Pira还有18Gemas还有108km。这条路感觉上有点低温啊，有点难走，变成了这个山脉啊包围着，没感觉上啊，有点人转两转，是人转了两转两转了，虽然现在是非常晒，但是感觉到有点低温啊，非常爽。Istana Besar Sri Menantu， 往进去看一下。到了端午皇宫啊，6km 我进去，我进去看一下。Bandar Diraja Sri Menanti， Makam Diraja Sri Menanti， wow， masjid lah ya juga， kemudian大石啊，有一个大石，前面就是王宫了啊，大门深锁着，不可以进去了。20尺，应该有20尺高的那个铁门啊。刚过生日，1月14日，非常优美的环境，而且宁静的一个地方。游乐园高拉比拉还有吗，老板啊？水鱼还有吗？啊，是干捞还是什么的？水的，汤的啊，给我一碗吧。什么粉？水的。有什么粉？米粉面龟雕。米粉面龟雕了啊，米粉龟雕，明鸡啊，捞排水鱼啊，纯正水鱼，咬冷粉，12块小的，大的是5块。很多报章都有报道过，《新洲日报》。水鱼面啊，香一比老。开到几点啊，弟？3点多就收市了啊，开到4点了可以吃到。啊，拜几休息？星期开3天，星期六礼拜拜一。哦，刚好啊，今天来都啱啦，明天来就没有得吃啊。哎，水鱼啊，水鱼，水鱼，水鱼，有厕所吗？这边的？人有三急啊，我读牛先，在巴萨里面还厕所。应该是黄色那两间吧，没有错，但是垃圾来了来了，水鱼面到了，
开餐开餐啊，终于吃到它了啦，我不懂是什么味道，看下去好像比较水这样啦，不像我们的芙蓉的那个牛腩饼这样。试一下味道，好像有点大骨蝶的味道这样子。喝下去。奇怪的感觉，第一次吃，真的是第一次。来了应该是第三次了，终于给我吃到了。现在揣吃一下水鱼，水鱼我也是第一次吃了，之前是有在家里喝过水鱼汤嘛了，是第一次吃水鱼，看一下，尝一下它的这个辣椒料，好像煮比较熟透的牛肉这样子。好像牛肉，很接近牛肉的口感。OK， 好吃。这边啊，水鱼杯啊，哇，短。哇，好像海参的感觉 ，Q 弹 Q 弹的。吃饱了，继续启程哥马斯金马寺，开始。上南方向，58公里 ，Let's go。Bang, tanya sikit lah, Gemas mana? Gemas. Yang Wei Chang lah, Jin Wei Jian. Yang Wei Chang. Taman Rexy Gemas， 那个柱子都用这个火车道路的那个木块来做成的。Pendian Bus dan Taxi Gemas， Gemas 的大街上。哥玛斯，就在这个 KFC 的后面罢了。这个 Museum Kereta Api Gemas， 奇怪，门锁着的，不懂可以进去没有？去问一下看。门锁着，看到一个好像是售票处这样子，但是没有人里面呢。走前去那边看一下，询问一下，看有人可以询问吗？这边有一个门，门开开，是没有人的里面，不管了啦，进去看一下先。我是从这个门走进来的啦，刚才原本也是没有锁上的，不懂是不是开放给公众可以自己自行走进来参观啦，因为我在找有没有 signboard 或者售卖那个 ticket 的柜台，基本上是没有，也空无人啊，空无一人啊。当年老式的火车桥啊，全部都是这种旧款的 design 的。爬过去对面大反方向的火车，哦，终于看到了这个 signboard 啊， Gemas 站的这个牌，当年用的这个是真版啊，不是正版啊，应该是说当年用下的这个牌。OK， 现在呢？这边基本上是没有用了，我看是直接是没有用了，卡掉了。现在是用的新站是在后面，然后新的火车路是在用着的火车路是在后面了。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 museum 这样子 ，museum 这样子是给你们开放给你们拍照打卡，回忆当年的情景哦，啊，全部都是啊旧款的。就是的，给我想回起，有点像石人班的那个火车站这样，
也是很 old school old school 的，非常老旧款的这个兰博基尼了啦，指示灯啊，哇，终于走到这个牌匾的面前了啦，摸一摸它先，个 mas， 要回去做一做功课先，是不是当年1922年留到现在的这个牌匾？这边有一个 Gema Station Gobi Dam， 看上去应该也是已经结业了的啦，没有再营业了的。走到来中间，中间的右边跟左边应该是当年的售票处吧，空完了啦，现在这边有一个布告栏，也贴了很多的照片，不是当年的照片啊，这些是可能在这火车站这边搞活动啊，搞活动的时候拍的照片啊，然后就贴上这边了，应该是哦，哎，这边那个起跑点啊，他们搞什么活动啊，脚车比赛还是赛跑比赛的时候在搞活动，然后贴在这边做留念。这这样奇怪的，看一下会不会是 break 啊，是不是火车的 break 啊，这边写到一下好像是 break 来的， B-R-A-K-E 是 break 啊，要回去科普一下还行。这一样东西，这台会比较新吧， Limo Casturi，然后是已经是 under KTM 的了，它的 barcode 22131也是可以爬上去，哦，有点难度，有点爬上去，哎呀，哇，它里面的方向盘，然后 meter， 哇，然后 edit， 唔知乜嘢嚟噶。我已经可以玩了，这个镜子应该是破掉，然后放这个奥克力，放这个奥克力，哇，里面应该是引擎来的，拆到完了，引擎，咚咚啊，这个门，哦，旧式的门，啊，这个是铁的。的方向 steering 方向盘已经放这个奥克力了，把玻璃破掉了，放个奥克力挡着，做一个模的，这样还第一次跑进这个驾驶舱啊，呀嘿，哇，后面那个更古老啊，载货的还是更老款的，没有写，他没有写，就讲介绍，他没有介绍，但是全部是木板的，木板的里面呢有铁有木板，哇哇，载货了，看不是载人的，这个载货的还可以上去，嘿，载货的，拖拉机，上货下货用途，还有一款，应该是每一年代，每个年代它都留一款吧，这个又不懂什么年代的时候，它就当作是一个留念这样子了，非常有留念价值，这种货柜你看一下，哇，这个更大，可以载更多东西，哇，这台非常可爱啊，非常小型的，这个应该是拖动机来的，这个有 engine 有水柜的，非常小量，
我在想想还可以拖几个包厢，这个很可爱。总结来说呢，这间 museum 呢是放弃经营了的，可以这样说，因为完全都没有一个人在工作，或者是售票啦，或者是做那种 maintenance 之类，所以都是多少啦会有担心那种破坏分子啊，有点会进来这边破坏，破坏了过后呢就会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见证了。过去新的火车站询问一下，看看可以搭火车回去石龙班或 KL 吗？哥玛斯新火车站，我原来是搬来这边了。这幅画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也可以是在 museum 里搬过来的，非常美的一幅画，应该是油画来的。哎，还有作者的名字，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放大来看 ，M 巴拉 ，M 巴拉。OK， 我们在这个交叉点 ，Gemas。OK， 这边是去东海岸的 Mandakap Kuala Lipis， 可以上到去最高的东巴。OK， 西海岸线呢就过这个丹宾、噶江、KL， 然后最高可以去到哦泰国边界帕丹布萨。所以这个是一个交叉点，所以Gemas是一个交叉点来的，非常重要性的这个点，这个站。Oh, nak tanya sikit, boleh kirim motor? Ah, stesen ni memang tak ada kirim motor. Ha? Memang dah tak ada. Oh, yang stesen apa ada? Boleh? Tak ada, memang dah tak ada. Oh, KTM. KTM memang tak ada. Oh. Company apa ada kalau kirim motor ke? Kena tengok JNT lah, kena tanya JNT. Oh, JNT. Hmm. Oh, bukan KTM buat ke apa? Memang naik orang sajalah.Okay, bye bye. Terima kasih, thank you. 没有办法了啦，累也要骑车回曼丁了啦。只是载人罢了，这个 KTM 站，这个火车。要载摩多的话，他叫我去找 JNT 公司，才有载摩多的服务。这边没忙事，只是载人罢了。当地居民介绍了这间奈都花呢。印度摊，来吃他的拉西了吗？由于时间尴尬，很多摊位、很多档口都还没有开始，随便吃吃吧。阿尼 ，Gobi Ai Satu， 哇，今天遇到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餐厅的，应该是负责人吧？他想带我去参观一个。民间博物馆，非常有兴趣啊，所以又带我过去啊。就这辆车，跟着他去就对了。什么？我爱红楼四馆，很多这些古董东西。嗨，哇，红楼四馆。哎啊，花姐。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民间博物馆，过来参观一下。你来，我芙蓉曼丁。哇，这样也。芙蓉曼丁。那好像看起码是什么东西。对，我可以是咯，拍一下，看介绍一下。逸乐新春花销的副校长，原来我大眼不是泰山。遇到这个有缘人，这个副校长原来是副校长，一个华小的副校长，他带我来这间民间博物馆，我爱红楼四馆。为什么叫红楼四馆呢？我们去问一下他们的负责人花姐吧。哇，我是收藏了很多这种旧品啊，这应该是宝里兰的那个兰哦，然后很多这种。灯笼咯，还有很多旧式脚车。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艺术文物。神木纪念馆，够多了这种书。舞蹈艺术之路，黄伟业报道。
好像一个资料中心这样子啊，基本上一个 master。哇，神木与纪念馆，战斗一世，服务一生，全部是关于神木鱼的报道，报章全部粘在这边了，所以称它叫做神木鱼纪念馆。这什么？1938年1月23日，神木鱼结婚的照。够力了，10年都不能读得完吗？是给我这个不读不爱书的人，老死的钟。就是的差距，热力啊，完全没有用过的热力，1996年的，1997年的，1999、1998、1991的热力都还有，30年了，1993年，数不尽的收藏品啊。有没有和你们家里一样的钟？哈，这本我看过，这本字典，中学时期用的卡姆斯。这边是字典系列，这间就是林连玉资料馆。Okay. 全部是关于林连玉的故事。想了解更多关于林连玉的来龙去脉故事，可以来这边参观参观，绝对可以增广见闻。黑胶唱片也两大牌，哇，这个真的是 Nokia 手机铃声啊，我们的年代啊。自己 type 这个 code， 那个 music 它就会出来了。这边就是拍摄系列，教你如何拍好人像，类似的书。唐诗三百首，小娥，回春。血液进步，花姐，很多这种奖牌，是什么牌？卡拉 OK 冠军，卡拉 OK 冠军，冠军奖杯，也是卡拉 OK 亚军。平时我们看是用脚踏的，这个对。用手搅的，哇，这个够老款了、啊。这个用手搅的吹机，坐落在金马市大港金山花园的民间博物馆，集于一身的沈木鱼纪念馆、林连玉资料馆、陆廷玉文化馆，还有明星见信图书馆，顾名思义，红楼四馆。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